怎么给猫咪洗澡。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专科医生。给猫咪洗澡，首先要准备吹水机和这个吹风机、吸水毛巾、宠物用的香锅等相关工具。洗澡前呢，要调整好水温，最好用温水给猫咪洗澡，以免烫伤猫咪。准备洗澡前，应该测试一下猫咪是否怕水。如果猫咪没有出现怕水的情况呢，那可以先将猫咪毛发打湿，然后涂抹适量的宠物用香锅，轻揉1到2分钟，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。如果猫咪表现出比较抗拒，那么可以缓慢的给猫咪打湿身体。在此过程中呢，如果猫咪情绪变得更加激动，那么建议停止给猫咪洗澡。这种情况一般建议送到宠物医院或者宠物店给猫咪洗澡，或者购买猫袋后在家给猫咪洗澡。